贺岁片《恭喜八婆》的一班演员这日就来到电台为电影宣传。导演彭浩翔今次还安排自己饰演 Gigi 的男朋友，很明显就是私心安排啦。其实原本是想找金城武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 budget 不够，而且金城武又即不是霎时间去找到，那唯有自己做了他。差不多 有分别吗？我冇乜分別，我覺得街坊啲行過見到都話：咦，係咪拍緊《心動二》咁樣樣㗎？係咪？啲都唔出奇。係啊，冇問題㗎。聽講呢次 Dada 嘅兒孫女小饅頭都有份客串喎。多謝你啊，彭導，你咁想識佢。佢堅持話係我想識佢，但係明明係佢一路話嗱嗱，我你揾我拍唔俾少錢唔緊要，嗱我個兒孫女啊係一定要出現㗎。睇过电影宣传相的都知道 Dada 在戏入面有好性感的演出，会不会担心同另一部贺岁片《庄端仪》的身材有比较啊？其实今次这部电影大家可能见到很多都是有些飞扑啊，比较都几激的场面，但其实入面是有很多内心戏。唔係，同埋我覺得都唔係淨係比較身材嘅，咁個戲好唔好笑噶嘛？要講，如果係淨係多肉做得嘅，咁咪捉只大笨象嚟拍啦。